金门县水事所今天采收乌鱼，把乌鱼子取下之后的新鲜乌鱼肉，每尾重达1公斤以上，而一尾只要卖80块钱，吸引了很多民众排队采购。新鲜又肥嫩的乌鱼，加上黄澄澄的乌鱼子，看了让人口水直流。金门县水事所的2000尾乌鱼在6号上午进行采收，而被取完鱼卵的乌鱼每尾以80元零售，可是每个人只能买5只，吸引许多民众抢购。限制一个人5条吗？那我当然希望都能买一点，因为我们从上外来的很远。每年冬至的前一个月是乌鱼的产季，整条乌鱼配上鱼卵，各种煮法都适合，因此乌鱼在鱼产中更是占有一席之地。每年的销售状况都非常热烈。咱今年的乌鱼吼，还收成差不多2000几尾。咱今年吼，因为为了要来教会咱的乡亲吼，咱一尾是卖80块啦。主要就是讲，这鱼新鲜。从早上6点多就开始进行乌鱼卵的采收，采收人员个个经验老道，利落的刀法让一尾鱼从杀鱼到取卵前后不到1分钟。2000条的乌鱼数量听起来吓人，但还是供不应求。联合报蔡家珍，金门报道。